左手边走，这边就是正常院，它就在大佛殿的后面。第一次来参观奈良东大寺，可能很少会去这些景点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大家行程都比较赶一点。那今天就带大家稍微走走看看。OK， 我已经走到正仓院了。那从大佛殿那边走过来，可能要走个8分钟到10分钟哦，所以时间可能要自己稍微算一下。这个正仓院是之前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政府或是一些大型寺院，他们收藏一些重要物品的一个仓库。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，现在这种正仓已经慢慢在日本消失了。目前唯一留下来就是这个东大寺的正仓院。过去西元756年，光明皇后就将圣武天皇的遗物前后五次献给东大寺的卢瑟那大佛。那当时的宝物和东大寺之后祭祀的祭典用品啊，现今就收藏在这个正仓院里面。正仓院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政府的监督，才交给东大寺所管理，是直到1875年之后才转交给日本皇室的宫内厅管理。它那个里面是没有办法进去的，因为里面存放着非常重要的宝物。那这里就是看一下这个仓库而已啊，要走过来要花个8分钟10分钟。正仓院旁边这边有一个池塘，相当的漂亮啊，而且还有枫叶跟银杏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好放松哦。这边下去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它是一个坡道。这是什么动物？很像鸭子，就在那边游来游去。哇，如果买一个饮料啊，然后坐在这里稍微放空一个小时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棒。走了一段路，终于来到二月堂的附近。它旁边这里还有一些小店家，有卖一些乌龙面啊，还有简单的一些咖喱饭。哇，这个露露咖喱好可爱。哇，这也太萌了吧。那如果你很累啊，或者是在东大寺想吃点东西哦，走上来这里也有一个小食堂，旁边也有卖一些冰淇淋啊，或者是一些伴手礼。这里也有卖鹿的鲜贝，我这边那个鹿味好浓厚，全部都是用鹿的设计。那我已经走到二月堂了，在我背后那栋建筑物就是，大家不觉得它很像一个小型的清水寺吗？那我们就爬上去稍微看一下吧。哇，这楼梯也蛮长的，要爬一下才可以抵达上面。上来旁边就有卖御守的店了，前面那边好像还可以坐着吃东西。哇，非常的古色古香。这间好像是你可以坐在这里吃一些冰淇淋啊，小点心的，还蛮特别，很像那种以前日本的那种感觉啊，就在路边直接坐着吃，有人就直接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吃一个小茶点啊，感觉也是蛮惬意的。这里就是二月堂啦，它内部好像是没有办法参观的，但是还是可以做一个参拜。重点是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，大家看我背后，就是可以俯瞰整个奈良县，哇，真的很美，而且这边的光线非常好，一览无遗。而且加上今天天气很好啊，那个视线真的非常的棒，从这边都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小路路啊。这里为什么叫做二月堂啊？其实它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呢，都会固定举办一个叫做修二会。修二会就是对过去一年所犯的事情忏悔，并且祈求新的一年可以国泰民安的一个法会。这个二月堂建筑看起来非常古色古香，而且很有历史味道，因为它目前已经是日本的国宝了。那在上一集我有说到，东大寺在过去有两次的战火波及，那这两次的战火崩击呢，这个二月堂都逃过一劫。但是他在1667年的时候，当时他自己的修二会就造成一个火灾，结果把自己的二月堂给烧毁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669年时候重建的，一次走到这种历史建筑，会真的非常有感觉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好像很大的灯笼，上面还有一些历史画。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冰啊，摸一下，哇，好冰哦。不过真的很清澈哦。前面这边还有一个二月堂茶所，就可以免费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哇，这个是怎样穿梭时空啊？哇，里面的这个味道好特别，非常有那种木造香气。还有一个明治二年制造的煮热水的容器啊，上面写着二月堂。这边原本有提供一些茶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用。你可能就坐在那里，或者是可以坐在那种榻榻米上面稍微休息一下。但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啊，它就没有提供。它可能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客栈的感觉，就是提供一些舟车劳顿的人
然后稍微在这边喝个东西啊，休息一下，很有味道。在我背后这个就是参楼所，参楼所就是修了会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会到很晚啊，那些信者他可能就会直接住宿在这里，他就是住在这个里面啊。哇，好特别，这看起来小小窄窄的，很像以前的那种旅馆的感觉。那我想刚后面这个地方应该不只提供茶水哦，还有提供一些饮食啊，就直接住在二月堂这里，体验一个很像古代日本僧人的感觉。二月堂就差不多这样参观完成了，我觉得整体大概花个5到10分钟，然后稍微看一下就可以，除非你在这边要休息吃一下东西啊。前面这个就是四月堂，它看起来就是比较小小一间哦，里面供奉的是普贤菩萨。在我背后这个就是法华堂，也是三月堂，它是目前东大寺里面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。那之前我有说东大寺的前身就是金钟寺嘛，它在金钟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存在了，叫做眷所堂。现在三月堂里面主要供奉的是不空眷所观音菩萨，那它在农历三月的时候会举办一个法华会，所以这里又被称作法华堂或是三月堂。在它这边进去要收门票，一个人是600元日币左右，而且里面是不可以拍照摄影的。如果下次大家来到这里对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稍微进去走走看看哦。在三月堂后面这边就是首相三八方宫哦，也是来东大寺不要错过的景点之一。这里他们的神祠也相当特别哦，是两只鸠，叫做双鸠玉纹。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中间这里还有一个爱心啊？这里也是相当的漂亮，而且今天还有一对新人，好像在那边拍日本的传统婚纱。这个八幡宫在过去是求赞的，但现今已经转为求胜了，就是不止在工作上啊，或是一些竞技运动的比赛上，你都可以来这边稍微的参拜。那他的会马相当的可爱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很多人就在这里许下了他们的愿望。首相三八幡宫的历史呢，听说当时东大寺在住大佛的时候，在九州大分御座里面的八幡宫有一位巫女，她就被八幡神给附身了，所以要来奈良这里做大佛的护法。于是他们就劝请这个八幡神从九州来到了奈良，在东大寺附近盖了这个首相三八幡宫。之后朝廷就给这个八幡神加送了一个八幡大菩萨的称号，被视为国家和佛教的守护神，所以这个八幡神也成为了最早的神佛西河的案例。神佛西河就是过往传入日本的这些佛教啊，跟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互相融合学习啊，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宗教信仰。佛教其实不是日本的传统产物，所以在日本的这些和尚呢，他们要传播佛法或是教义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必须要对乡野进行渗透，因为当时日本的一般民众他们是信仰传统的日本神道教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要把这两种宗教融合在一起，要互相学习，并不是相互对立排斥。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有一点荒废的感觉，墙壁上还有一些奇特的涂鸦，神乐所，还有一个监宫腰挂石，应该是过去这个监宫曾经坐过的地方吧，就是这块石头。而且他们这边还有东大寺自己的消防车，就之前东大寺这边有发生过很多火灾，所以这个万一再发生的话，哇，那真的也不知道要不要重建啊。他们自己这边就准备好的消防车，以防这个未来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是可以出动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钟哦，我想应该是除夕夜的时候东大寺会敲的那个钟，这也是国宝。这个范钟是奈良时代所建的，是日本三大名钟之一。哇，真的很壮观啊，这个不知道有多重啊，上面是用木头这样子支撑着，还有吊一些绳索，掉下来这个地板会不会碎裂啊？ OK， 那今天二月堂、三月堂还有首相三八方宫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东大寺里面一部分，不过你真的要整体逛完看完的话，再加上东大寺里面的大佛殿，我觉得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，而且来到这里一定会跟奈良公园里面的路玩嘛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深度，就是这个寺院里面每个地方都想去了解看看的话，真的至少要安排一天的时间会比较够一点。那不知道大家之前来到东大寺的时候，有没有来到后面的二月堂、三月堂看看走走呢？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是难忘的回忆，也欢迎你分享留言告诉马之一哦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， GO！
东大寺二月堂的修二会起源于公元752年，由东大寺的开山师主梁辩法师的高徒时钟和尚所创，正式名称为十一面悔过。每年三月上旬到中旬都会在东大寺的二月堂举行。修二会在二月下旬就为了展开而准备。负责法会的十一名练行众的僧侣，需要先在东大寺龙潭院的别火房修身养性。之后法会上，僧侣们会在十一面观音像前，代表世人忏悔罪孽，并祈求国泰民安、五谷丰收。修二会至今在东大寺已超过1260年的历史，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也从未间断过。祭典期间，每天都有练行众带领着队伍，举着燃烧的巨大松明火把在二月堂上奔跑。练行众也会趁着祈祷的空档，前往下方落霞井中摄取供奉给观音的灵水。据说此水具有医治百病的神力，这也是修二会被称作取水节的由来。火焰奔走在二月堂的栏杆旁，加上堂内僧侣诵经回荡的声响，一直以来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到此朝圣。据说如果沾染到飘落的飞火余烬，还能消灾解厄，保佑平安。即便现在处于全球疫情灾害各自明哲保身的时期，却还是有一群人秉承着千年下来对于传统的执着和坚持，默默地为世人祈祷，并且期望天下安康到来的日子。我想这就是修二会为何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，并且持续不断令人赞叹的核心精神吧。